我看看谁还没喝过这么粉嫩好喝的豆浆。100克的紫薯去皮切块，燕麦40克，黄豆20克，大米20克，冰糖适量。紫薯可以保护肠胃，减肥瘦身。燕麦选择家里常吃的就行，再加入黄豆和大米，700毫升水，这样做出来的豆浆营养价值高，促进肠胃消化，还能抗氧化、养颜美容。拿出 Joydin 低音破壁机，放上隔音舱，选择普通豆浆模式即可。静静等待就可以喝到淡紫色的热豆浆了，口感丝滑细腻，香香甜甜，每天喝都不腻。再来一杯带花香的养生豆浆，20克红豆，20克黄豆，糖适量，6颗红枣去核，再来5颗玫瑰花瓣。可食用玫瑰花可以疏肝理气、补气血，还有解郁安神的功效。搭配红豆和红枣，不仅可以改善暗黄的肌肤，还能补血，令人气色红润。这里同样放700毫升水，拿出我们的柔音破壁机。同样选普通豆浆模式，浓浓花香的玫瑰红枣豆浆就做好了，撒上一点花瓣装饰，越喝气色越好。感谢对华人生活馆的支持，下期再见。